台湾再来啦！哎 ，Hello， 你好 ，Hello， 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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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坐哪里呢？啊，对啊，随便坐。你们想坐外面吗？来，我们在外面坐吧。可以，随便坐，随便坐。我们有六种，然后你们可以选。我们要一份呢，番茄、蛋、红鳝鱼，一份西洋菜，还有一份炒花甲。好了，这个是不是很像大鱼？ 所以你要三盘，很随意。对，有点像。啊，像吗？是，哇，你讲话的一模一样了。<笑>像。他是大禹弟弟。真的还假的？真的吧。大禹是。对，我是他亲弟弟。<笑>小孙一个好眼神。对。一进来看到就像了。 你觉得他的手艺的厨艺怎么样？我觉得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对，好，好，好。等一下对比一下，不用比，他绝对比我们好。他的笑容跟他哥哥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一样像。